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来看在文化治理下的基隆这个艺术港都，在我们的表演艺术、文化发展以及图书资讯上有什么亮眼的表现，还有未来还有哪些活动呢？今天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是我们的基隆市文化局表演艺术科科长廖琼瑶廖科长。小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廖科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交响管乐团的指挥李伟立。小君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指挥好。第三位呢，是我们文化发展科科长郑鼎清。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鼎清科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图书资讯科科长郑杰希。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杰希科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基隆文化中心，在历经两年半的整修后，翻新整件完成的基隆演艺及岛屿实验剧场，正式更名为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一块来看看它的亮眼。哇，这个基隆表演艺术中心一开幕，我记得我的脸书上刷满都是大家去那边拍照打卡的经典照片。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廖科，两年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全新改变？是的，各位观众们，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进到过剧场观察，去体验一下这个全新的空间。那也有很多人可能没有走进去看过。那我想都没有关系，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那这次的整个那个整建之后呢，我们正式更名为基隆市表演艺术中心。那这个表演艺术中心的下面有两个剧场的空间，就是演艺厅跟岛屿实验剧场。那整个整建工程，我们其实的重点是放在观众的服务品质提升上面，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观众一进到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里头，就可以坐在我们的大厅的椅子上，然后可以透过我们这次整建完成之后，有整片的落地窗可以远眺港湾的景色，还有西岸，以及说基隆的那个基隆地标，那风景非常好，也非常悠闲，那可以坐在那边慢慢等待演出的即将开始哦。那另外除了这样刚讲这个大厅的空间之外，可以我们可以一路就是进到四楼的这样的一个大厅。那大厅的这个天井底，我们放了一部彩绘的钢琴。那这个彩绘钢琴是我们这次向大师致敬系列，我们邀请 VK 客回乡办理系列活动时，特别请查理婉珠插画家为我们彩绘的。那我们目前在开放的时间点上面，就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那边做弹奏。那有了这样的音乐的柔软的那个空间之后，其实那个画面跟氛围是十分的好的哦。然后再来就是说，除我刚刚讲到，就是除了落地窗的改善之外，我们也强化了一些原有的服务措施，譬如说我们把女厕的厕间增加多了，然后也可以降低观众排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以及我们在六楼增建了一个性别友善厕所，在以及那个哺乳室，那这也就是大大提升目前就是多功能服务的一个品质哦。那另外走到厅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座椅是全面更新的，那座椅跟座椅之间的间距也加大，那方便就是观赏民众的那个进出。然后再回到后台，那后台我们加大了所谓的货梯的高度，那也让一些大型演出的道具它可以很方便来进出，那可以吸引更好的那个演出愿意到基隆来做演出。那除了空间的改善之外，其实我们这一次在整个开幕季系列活动，我们也策划了11个团体，总共演出了14档的演出。那
包含大家非常熟悉的基隆市的六个节团，枫香舞蹈团、基隆交响管乐团、明日之星，然后写之声，还有绽放中东舞团等等。那除了这些节团演出外，我们也邀请了国内非常知名的故事工厂新古典室内乐团来演出，以及我们开幕季系列唯一的一档所谓的委托创作，那跟广义基金会还有谢淑信导演共同合作打造的水上说书人，那系列活动其实目前已经走入尾声了，那吸引大概有上万个万名的观赏的这个观众能够进到剧场来看演出，那很多人都说哇，好久没有进到这个空间里头，他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空间也变得非常的明亮，然后看完演出以后，他们觉得说啊，能够在基隆就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演出，他们觉得非常的幸福，不用再舟车劳顿到双北去看演出哦。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系列演出推出之后，比我们的预期来得好的一点是说，我们很担心这样疫情两年，包括整件工程两年下，是不是观众已经不再敢进到剧场来？那很不错，说大概平均每一场大概都有700人次上下的观众进来观赏，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因为只有观众，我们才会有表团才会有创作的力量，那我们艺文工作者也能够继续坚持努力哦。那真的很努力耶，把整个文化中心都翻新了。刚才说到的硬体设备让大家很有感，包括了这个厕所变多了，然后座椅全新了，还有这个货梯加高了。对，是，对，那就是说这些其实远远还做得不够，那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要持续慢慢去增加。那我们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基础建设的部分都做好。那像一些属于设备面的东西，我们可以逐年来添购，然后逐年来做改变。对，那我们今天其实也邀请呢，就是基隆交响管乐团的李伟立李指挥，然后他也是参与我们开幕季系列活动的其中的一档。对，我们也可以请来听听他的一些感想。好，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指挥哦，就是说刚才的后场的硬体设备变好了，你是不是很有感？哦，大家好。那关于那个硬体设施的改善啊，那当然对于团队来讲就是非常的有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管乐团，那管乐团呢会需要非常多的乐器，就包含了打击乐器非常庞大。那我们每一次在出团的时候，都会需要2台至4台的货车来运送乐器。那当然，货梯的加高，那个运送的地方的加高，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方便，就减少了乐器在运送过程中会路会对，就是动线变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卸货的时候就直接上了货梯，就可以直接到演艺厅的位置。那对表演团队来讲是非常方便的。是，那而且这一次啊，我知道伟立他们是我们基隆杰出演艺团队，那这一次的开幕季当中也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出，对不对？中原路商。对，好，我们要不要听看？好，那他的那个名字叫做基隆狂想中原路商。那我想就是也从来没有管乐团只是为了基隆的中原记一起做结合做曲子。那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委托了一个知名的作曲家陈长安老师，然后来为这个题材制作。那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先做好了一首序，好，就是《中原渡商序》。那里面呢有三个乐章，那我们包含了乐章在描述了基隆的环境场景，有包含了港，有包含了基隆最长的下雨，那有包含了基隆的山跟海的景色。那在音乐描绘过程中呢，就是慢慢的带领到了我们的先民，就是渡海来台，然后在基隆在开垦，那把基隆变成一个繁荣的一个城市。那当然在繁荣的过程中，就是开始会有了一些斗争，于是就会有了张权械斗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把它写入在音乐里面，所以音乐在主题开始之后啊，就是不断的发展。那它会在发展过程中，就是慢慢的进入斗争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第一乐章的时候，就是大部分都在描述了，就是就是场景，然后跟一个定居的一个过程。那在第二乐章的时候呢，会进曲子进入了慢板。那我们在曲子的最后呢，就是放进了那个邓宇贤老师的歌曲《雨夜花》，就让这个曲子呢，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不同的转变。那第三乐章呢，它就是加上了我们在主题做了一个变化，那加上了北管的音乐。那除了就是文化呢，也是冲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是祭典的中心。那第一首作品就是最后在一个大和弦结束，就是代表了最后的和平共荣。那这个是我们2018年的一个作品，就是序章的部分。那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这个题材是一个很好的题材，所以我们希望继续把它延续下去。于是我们接着就继续做了一个正跟斗这两首曲子。那正的部分呢，因为就是在原本的张权械斗慢慢变成赛正头的一个方式，于是呢，我们就把管乐团结合了古正，然后来做了一首就是8分钟的作品。那古正会在乐团的前面，然后会跟乐团就是相互的配合，也相互的竞争，然后来描述这一首，描述那个中原记的一个过程。那在另外一首就是斗，那斗的部分就是蛮特别的，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重现当时在做通途的时候的一个情境。那在音乐里面呢，我们就会有常常有中的音乐跟西方的音乐，于是呢，我们就在乐团的前面设了两个不同的打击群组，一个是中式乐器的，那另外一个是西式乐器的。那由这两个乐器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呢，观众除了能够欣赏到两个不同的打击群组精湛的技艺之外，然后他们在跟管乐团的搭配上面也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火花。那这三首作品，我们的都是用相同的主题，然后去让它做延伸、做变化。那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把三首作品一次在音乐会上面完成。这三首作品完成就是需要大概30分钟的时间，对，非常的精彩。哇，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脸书或 YouTube 上看到吗？啊，当然有，当然可以。是，好，那就到时候我们到时候会贴链接，大家有兴趣的民众一定可以上网来看看。就是很感谢有这么多的观众来关注我们的艺文活动，所以给我们的表演团体有很大的信心，在我们的表演创作上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同样要带大家来看推陈出新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创商品。基隆市文化局呢，针对我们的很优良的厂商，他们会结合在地的特色而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文创商品。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鼎清科长，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基隆好物城市品牌的认证计划内容有哪些。嗯，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其实基隆市的文创计划大概从10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推动。那其实一开始在推动的时候，我们其实有一点找不到方向。那但是分析过后，基隆的商家特色其实比较都是属于微创或者是食品产业的。那于是我们在今年的一个好物的辅导计划当中，总共有5家，那我们也结合了产发处的一个资源作为一个跨界的平台，然后去接触到了博盛行跟基隆农会。那我今天现场呢有带了一些我们这一次5家辅导厂商的一些打样的商品，那其实在明年都会陆续上架，所以各位观众其实是在我们的通路平台是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那我就先来介绍有关于基隆农会的一个这一次要辅导的商品，其实是基隆的蜂蜜哦。那基隆的蜂蜜其实它有一个特色，是它产量没有很多，可是它的品质很好。那过往基隆蜂蜜其实在提供之后呢，他们其实都会送到宜兰大学这边去做一个验证，所以其实基隆蜂蜜的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原有的包装呢是属于比较大罐，就是大瓶装，然后又是比较属于比较老式一点点的包装，所以这一次我们透过产发处这边跟基隆农会这边有合作，那我们就开发了一个以基隆蜂蜜为基底的一个叫做基隆虎蜜。那基隆虎蜜的意思呢就是 Hobida。 好，那像这样的一个符合在地商家，然后像是农会这样的一个打样
这一样的一个产品哦，我们会希望在明年可以推出。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是跟基隆市文化基金会合作。那文化基金会的部分呢，虽然已经成立很久，但是在今年的部分有推出了一些新的计划。那这一次也跟星巴克的一个专属设计师这边有合作，我们出了一款的丝巾加聘针。那这个丝巾的特色呢，其实是透过基隆的海潮这样的一个意象概念，去研发了一款就是有关于基隆的一个专属丝巾。所以其实在丝巾的一个整体的设计上面呢，打开给大家看，对，除了可以看到 Keylong 的字样之外，其实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缤纷跟海浪的风格，海坎，对。然后呢，这一款丝巾会在未来的我们的基隆美术馆的文创商店来进行贩售。那还有就是，其实基隆有很多的一个中药房，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呢，也跟中药房有一个老长生的中药房合作。那这家中药房呢，其实很有特色的是，他们是一间店面里面一样，一边卖西药，一边卖中药，所以它其实是有点中西合并的一家药房。那老长生它其实过往在出产产品的时候呢，它其实有出了很多符合基隆人使用的茶包，像是比如说清湿茶，或者是一些祛湿祛寒的茶，因为基隆的冬天是比较冷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就透过设计师跟商家的讨论，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茶包的概念做一个转化，然后变成有点像是药膳包。那这个药膳包呢，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的好像很古早味或者是很传统，它其实是可以放在一般的茶饮里面。放在鸡汤里面，甚至可以放在泡面里面，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方便实用的一个药膳包的形式。然后它在包装上面的呈现呢，它就是用一个竹篓的那个样子，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点带有基隆的那个概念。那最后一家呢，我们是跟八斗子一家在地的博盛行这边来合作。那博盛行他们的主要产品就是飞软香肠。那他们制作飞软香肠的一个方法其实是用烟熏的，那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可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在地的商家，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帮他们就是开发了一套他们的 VR， 就是他们的视觉的部分，然后可以作为他们后续不管在出摊或是产品包装上面的一个使用。那也透过这一次的计划，他们其实在研发了一款新的一个产品，叫做即食香肠。因为通常我们想到香肠，我们就是一定想到说啊，一定要用火煎啊，或者是要用蒸煮的方式。那他们这一次开发的这个所谓的即食香肠呢，就是开封即食，就是你不用再透过任何的烹煮方式，它就可以吃了。那这个产品呢，也会陆续在产发处的那个潮享的山海市集里面来推出跟贩售哦。那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在明年之后，在各大通路再来搜寻我们这一次基隆好物的一个辅导的商品。是，哎，要带大家来看刚刚说的那个一打开就可以吃的香肠，我们特别呢也到现场来做了这新闻，快来看看。哦，这边有一个切口啊，其实这样拆开以后啊，这样就可以连续测试了三次，测试了三次的以后呢，研发了一个这个即食香肠。你拆开以后啊，就可以吃啊，拆开以后就可以吃。它这个是我的商品以后呢，是等于说我的商品拿过去以后，它有机器啊，高压熟成杀菌。基隆好物，山海潮。是我们这八年来所努力的，然后大家共同集合的，我们做了一个发表会。那基隆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山有海有港，尤其浪潮，那这些都是设计很好的元素。基隆的文化大家都知道是很早悠久历史，那这一个的文化有很多故事，怎么结合商品让它形成一个故事可以带着走，这也是设计师他们精心去把现地的状况去结合设计出的商品产品，然后这些我们也经过相关的认证，那我们希望做一个很好的推广，希望大家来基隆可以有好的东西吃，有好的景色看，有好的伴手礼可以带回去。
另外，基隆市文化局今年也首次推出基隆好物城市品牌认证计划，透过与产业发展处及观光及城市行销处的跨局处合作，成立全新城市品牌，共选出12件代表基隆的城市品牌商品，希望透过城市品牌的建立，提升基隆地方特色产品的文化价值及竞争力，也扩大基隆好物的知名度及品牌形象。各县市来说，我们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的跨局处的整合其实非常的紧密。那在这一次做文基隆好物的辅导，跟把产发处的十大伴手礼带进来，不同的计划的连接，我们在这次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这里有非常多，其实原本就是农渔的特色产品，加入了一些文化的底蕴以后，它变得更强大。过了2个阶段的评选，邀请了非常阵容坚强的评审，做了2天的评审哦，好物的标章，希望我们能够打团体战，把的商品带到其他县市去。欸，真的是打团体战，最主要就是要把基隆的美、基隆的好给带出去。那当然，除了这些文创商品可以记录在地的特色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基隆历史要怎么样把它保留下来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投资科长，他们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心血在做努力。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其实文化局这几年都做了很多的出版的工作。那我们之前以往出版的，我们其实形式蛮不一样，有的有出一般的散文，那我们也有出过绘本。但是其实我们之前的所有出版品还是以文字为主轴。那今年比较不同的是，我们出版了一本摄影集。那这是第一次我们用不是文字的方式，而是用图像来做记录基隆。那这一次的这个出版品呢，我们其实跟就是金钟奖的得奖者李明聪老师合作，那来做这个出版。那李明聪老师作为主编呢，他用他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基隆的这个状况，那找了4个摄影师，那非常长期的在基隆做采集，那拍到照片再做出版。那这个摄影集比较特殊的是，其实我们原先是上一年就要出版了。那但是上一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那其实我们有一些节庆的活动，像草艺术或者是中元祭都没有办法如期的办理，所以我们就配合把这个期间往后延。那也因为往后延的关系，所以其实这4位摄影师在基隆采集了将近2年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的久，所以当初我们在出版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其实反而是照片太多了。这4位摄影师其实他们采集了大概上万张照片，真的是10000以上的照片。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跟李明聪老师讨论，他其实说他们最困难的是怎么从这些照片里面挑出精选的照片，再作为这本摄影集来出版。那因为这本摄影集比较特殊，我们可能等一下就是也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装帧上面。其实它的装帧非常用心，它跟一般的书不一样，它本身其实是有一个书封的。那这个书封它其实做的方式是，它连这个腰带的部分都是一个设计。那我们当初跟出版社讨论的时候，他们是说他们希望让拿到这本摄影集的人都有一种拆礼物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拆开的一个装帧设计。那我们实际就可以来做拆礼物。嗯，好，那拿出来。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2个封面并不一样哦。就是当初我们在选定封面的时候，其实也做了一番讨论。我们传统这个里面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封面，其实是比较传统对基隆的印象，就是海，然后有基隆屿。那但是我们这次选定的这个主封面，其实可能跟大家一般传统认定的比较刻板印象的基隆比较不一样，我们选了货柜。那但是这个货柜的选定其实也是很特殊，因为其实基隆人的生活跟港非常近，就是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就也看到这些货柜，所以我们在挑选封面的时候也有这种考量在内，时才选了这个货柜的封面。那我这边呢，就是简单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摄影集的内容。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摄影集的分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分了5个不同的面向，包含人情、纪事、地景、物件、生态。那它从这不一样的角度去做分割，那我们可以看到很精彩的照片。好像我翻一下这边。这个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对，它其实是在和平岛拍摄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远方其实是可以看得到基隆屿，所以其实这个照片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确实是在基隆。然后有5个小朋友非常有生命力的
一个画面。那当初我们其实也跟摄影师问说，哎，你是有 say 好吗？就是找这些小朋友来拍。但是摄影师其实跟我们说，他没有，他就是一整天在那边采集，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偶然的采集到这个画面，就是小朋友刚好跑过去。那我们其实整个摄影集它并没有太多的文字构成，那但是这个文字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有提到和平岛是基隆最早有人的生活存在的一个地方。那这个部分也跟我们其实文化局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的大历史场景现场再造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整个摄影集其实采集的地点也是以这个计划有关的区域为主，所以我们在内文的叙事上面其实也跟历史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关联，不仅仅只是拍基隆的照片而已。那除了这样子的照片之外呢，我们其实也有比较有趣的，哇，好厉害，从上万张选出150张的影像，对，带大家看到基隆不一样的面貌。没错，那因为我们其实在做这个照片的时候也有讨论过要怎么让这个照片看起来比较基隆的味道，那包含说其实我们在采集基隆人在地的生活的时候呢，他有他们很日常的一面，就是在这其实是基隆人工作的日常，所以会不停的出现港跟海港相关的人的生活模式。但是呢，我们也同时会有一些看起来很轻松的，像这样的画面，对，就是很惬意的感觉。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跟林庄老师讨论的时候，他有提到他觉得很有趣，就是基隆人是一方面又非常的认真，每天都很辛苦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通勤的画面。那但是一方面，我们其实也看到基隆人很会享受生活，所以可以拍到这样子很轻松的画面。是，那我们还有这边，稍等一下，所以拍人物，拍风景，拍在地的特色，最主要他们这一今年很特别，就是用照片来记录下基隆最美的风景。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镜头的画面呢，它其实也包含了一些生态的画面。那当然，因为这几年文化局非常努力的在修复一些历史建筑，所以他在这里也花了很多章节在拍历史建筑的画面。那但是我想比较特殊的是，它并没有像一般游客可能去，它是会比较拍是出游型的照片，但他会用这种捕捉某个角落的方式。那我想这是透过摄影师的眼睛，他去看到的基隆其实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那这个书出版之后，我们其实有办过摄影展，也办过新书发表会，都在太平星鸟这边去举办。那其实在座谈的过程中，这四位摄影师其实都不是基隆的当地的人，但他们因为很长时间在这边采集照片，其实他也跟我们分享一些他看到的基隆。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计划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让外地的人其实有机会来更深入的认识基隆，然后了解基隆这个城市的魅力。那用他们的嘴巴或用他们的镜头去叙述这些故事，那其实我们自己的人来看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平常我们太习以为常日常生活没有看到的一些角度。是，哎，真的会感动人心的，就是一个个的故事，透过说故事这一件事情，可以带大家看到基隆最深沉的意涵。那说到这，就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很重要，十二月份的档次其实都已经排好排满，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要请我们的科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教育环节的部分。是的，谢谢小君。好，那我想表艺中心的一个成立，除了要提供一个优质的场所，以及要邀请很多优秀的演出单位来做演出之外，那观众怎么样来培养，怎么让表团能够有很多观众的掌声回馈给他们，那就是一个重点。那我想艺术教育其实是从小要做起啊。那多年来其实文化局致力于文化平权跟艺术教育的扎根工作非常多年，那也近两三年我们开始和教育处做合作。那我们在不同的学程里头邀请了幼稚园的大班，全市的幼稚园大班，还有国小的学程里面我们邀请小市的所有的学生，然后我们由我们来策办一场演出，让他们进剧场来体验完整的当一个优质观众，欣赏优质演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去年的小事，然后他们没有看到演出，也没有体验到，所以我们在十二月把这样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政策跟计划
扩大推广到去年没有看到今年升五年级嘛，所以我们今年邀请了四年级跟五年级，大约会有5000多名的学童会进到走出教室，然后进到剧场去体验剧场的奇幻。对，那今年的他们要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其中的一个演出单位也坐在我的旁边。对，那我们今年要推动的是，也是一个全新为我们的小四的学生打造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剧。那海底有个家音乐教育剧场，对。那整个演出内容呢，不用我来说，应该是我们那个李团长，好，李伟立李指挥，他等一下会讲非常精彩。那等一下也可以请他顺便来带到，就是说，除了我们安排的六个场次，针对特定对象的这样的一个演出之外，那个星期六12月24号的星期六那一场开放的是售票场，大家都可以去看，那可以有更多人来受益。是，在伟立团长要跟大家分享之前，先带大家来看一下，他们其实有做了一个小预告，很精彩哦。因为基隆是一个被海洋包围的城市，所以呢，我们用海底生物为发想，来创作出这场音乐剧。12月24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可以带上你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都一起来。我们基隆交响管乐团最新力作，我们的儿童音乐剧《海底有个家》，精彩可期，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看起来就好精彩哦，因为我之前其实采访过这个文化中心，他们表演艺术，他其实跟学校合作，就有推出那个教育剧场。我记得有一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拍的不是舞台剧，不是表演，不是那个音乐剧，反而是那个古代的乐器，然后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他们透过这个演出者生动的表述，让大家看到这个北馆、南馆别具特色的演出意涵。那今年度这个很特别，是我针对我们的小四、小五学生开发设计出来的儿童音乐剧。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伟立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海底有个家》内容到底有哪些。好，谢谢。那个，首先我先那个谢谢基隆市文化局的邀请，那可以让我们来做这一出音乐剧，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荣幸。那我们也战战兢兢的在准备这一场。那当然这一场啊，就是音乐剧，它非常的特别。它除了结合了管乐与戏剧之外，还结合了动画的效果呈现在里面。所以这一出音乐剧的制作非常的庞大，那也包含了许多的不同的专业领域的人一起来创造这一出音乐剧。那这一出音乐剧呢，它是为了基隆而创作的，所以它的场景就会在落在基隆。那故事的内容呢，就是会有珊瑚鱼娘，会有套丢，那会有海胆，啊，那他们为了寻找就是走失的孩子，啊，那于是呢，他们就来了一场全新的冒险。那当中呢，他们遇到很多就是基隆的海洋生物，那包含了就是基隆在地的那个黑鸢啊来的帮助，那最后来到了卡玛丁，那也产生了一场冒险的故事。里面呢，故事的内容就是非常精彩，有包含了亲情，有包含了友情，啊，那当然也包含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环保的议题，我们有放在里面。那里面呢，也会让我们就是在故事里面呢，就是放入了非常多有10个段落的管乐作品。那这些管乐作品呢，都是那个就是作曲家精心制作而成的。那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今年除了在平日演了6场演出之外呢，我们也会在12月24号，就是做一场这一场的售票演出。那除了音乐剧之外，我们还会带来4首非常精彩的儿童都会喜欢的管乐作品。那希望大家可以购票进来音乐厅欣赏。
是，哎，就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他不但有那个管乐团的演出，而且还有加入动画，另外还有演戏的戏剧元素在里面，那可以带大家看到基隆的在地元素特色，还有环保的理念，有这个地球村的概念在，这就是要给我们的所有小四小五学生一场很别开生面的剧场体验。那当然也有售票场次，就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哦，让我们的这些演艺工作团队有更大的创作力量。那说到这个啊，我们要带大家再来看一下有这样的创作能力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文创商品。文化局真的很用心啊，他们就是把我们所有搜集来很优秀的文创团体，他们直接打团战把大家带出去。我们要请教鼎清科长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次带到哪儿啊。好，我们这一次其实在今年计划里面，除了我刚刚讲的有舞蹈有辅导五家产品之外，其实我们今年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叫做基隆好物的认证商品哦。那基隆好物认证商品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有别于以往的做法，我们会希望把基隆已经既有的好的产品跟好的一个商家把它带出基隆。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认证的方式呢，我们这一次选出了10个商家12个商品，那这12个商品呢，我们就带到台北里面去打团战。那什么叫打团战呢？其实我们这一次首次出场呢，我们是以是到松烟的一个职人市集。那这个职人市集呢，其实是包含了全国各地都非常好的一个商品跟商家的一个聚集哦。那我们把这12家的商品集合起来，然后带到松烟去。那也除了在基隆之外，我们也希望在台北能让台北的民众或者是更多其他外县市的民众能够看到基隆好的东西哦。那这十个商家12项商品呢，其实是包含了7样的一个食品类。那食品类包含有哪几家呢？包括我们的全力米香，然后我们的那个鱼品轩，还有我们的大方合展，还有我们的阿里棒棒。那我想特别介绍一下阿里棒棒的这一次所出的一个所谓的鱼卷这个东西，那跟刚刚的博盛行的即时香肠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现代人追求的就是方便跟快速嘛。那以往我们在吃香肠或是吃这一些可能海产加工品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加热或是烤或者是你要冷藏的这一些事情。那这一次的波波鱼卷其实很特别哦，它其实也是一个即食品，那它是用虱目鱼，然后透过加工的方式，所以其实你一样就是包装拆开来就可以直接吃，但是它保留了鱼的一个鲜香味。那另外有另外的5项商品呢，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生活用品。那这生活用品里面其实包含了肥皂，那肥皂这个部分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地的一个基隆厂商叫做木里，那木里其实是有两个基隆人的女孩子所创办的一个商，就是一个商家。那这个商家其实是主导环保跟永续概念的，所以其实他们的主打商品呢，包括有几样，就是洗发饼，然后还有他们的洗面的肥皂。那这2项商品呢，其实都是他们公司常年在贩售的商品。那它的特点在哪呢？其实这一次他们出了一款肥皂，是用基隆的一个特殊的石花菜，然后去作为原料，所以它其实在整体的一个肥皂制成上面加了基隆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和平岛公园这边呢，应该可以看到贩售的就是所谓的考古三光礼盒。那三光这个其实是过往基隆的码头工人在一天很疲惫的工作的结束之后，他们会到西岸的有一些小吃店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摊子的店家去品尝的一个算是有点药酒或是补酒的一个饮品哦。那这一次呢，那个和平岛这边也把他们做成一个结合刚刚杰西科长所讲的那个大基隆历史场景的那一个考古的概念，然后变成所谓的考古三光的一个调酒哦。那在这个礼盒里面呢，有所谓的水果酒，然后有所谓的通灵水，把它加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其实是可食用的饮品这样的形态。好特别哦。对，所以其实在这12项商品里面，其实都是满满的基隆特色。那也希望就是
各位观众朋友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基隆来玩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一些充满基隆特色的基隆好物的商品带回家，然后去品尝跟使用。对，谢谢。真的基隆的好物真的很多，光是吃的就可以研发出不同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我最记得好像有一个熊豆咖啡，是它真的很特别，它就直接那个咸派上面就放一只锁管，是印象很深刻，那吃一个就饱很久。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不同的店家会展现出不同的生命力，那当然大家在地人的创意无限，就可以看到基隆无穷的魅力。那看到基隆魅力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鼓励大家多阅读。基隆市文化局呢，它年年推这个阅读出新招，像是今年就是以阅读生活在港都为主题。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杰西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的特色在哪里。是，我们文化局呢，其实在推广阅读这件事情上面，有从六年前打出了一个港都粤语的这个在地城市的阅读品牌。那往年其实我们比较锁定在图书馆办理这样的阅读托管活动，但是在上一年开始，其实我们跟书店开始做合作。那上一年我们是跟诚品的旗舰限定店在耀泰司令官里这边做了一个合作，推出了系列讲座。那今年我们就把焦点再转回到在地，所以我们今年跟在地的独立书店建书店做合作，推出了这个阅读生活在港都的一个主题讲座。那总共我们办了四场今年讲座，那我们邀请到的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大师。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以在地，然后还有以绘本为主题，像海口房东。那我们还有这次邀请他来帮我们画主视觉，非常重要的一位绘者，他是林连恩，他有得过绘本界非常大的一个奖项，就是意大利的波隆纳奖，曾经得奖的得主。那他这次除了来帮我们做讲状之外呢，讲座之外呢，其实他也帮我们绘制了这次的主视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的部分，这个是林连恩他自己出版的一个绘本。那他很有名，他其实绘画风格非常独特。那所以我们这次其实建书店特别邀请他来帮我们绘制，就是以这样的风格呢，然后去画了一个属于基隆专属的主视觉。那我们可以看第二张图。那这个图其实就是他帮我们这次画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图面上面它融入了很多基隆在地的地景意象，那包含基隆雨，包含海，那还有可以看得到基隆地标。那除了这个以外，因为我们是做阅读推广，所以它其实也融入了一些阅读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阅读的人，可以看到书。那这个主视觉呢，其实跟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做串接的。那他本人其实也会在11月27号在建书店进行一个讲座。那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各位观众朋友还来得及参加。12月4号，我们还有邀请高明校来帮我们做讲座，那一样是在建书店办理。那12月4号除了这个讲座之外，其实因为我们12月第一个礼拜其实是所谓的台湾阅读节，所以我们其实是阅读界的一个盛事。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还办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今年的海洋文学奖的颁奖典礼跟作品集的发表会，也会在12月4号办理。那我们这次的办理也比较不同的是，我们想要跟在地的历史建筑做更好的扣合，所以我们选在耀泰司令部办理。那手边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年的海洋文学奖的得奖作品集。好，那今年海洋文学奖的作品非常的优秀，我们今年因为寄出了历年来最高的奖金，我们总奖金98万，对，非常多，所以我们今年的收件数也很高。对，所以我们总共有33件的得奖作品。那比较不同的是，我们除了这个得奖作品集里面有收藏的作品之外呢，我们还有2件其实是出版计划的补助。那我们这2件作品也都由我们来协助他们媒合出版社那进行了出版。所以在12月4号的颁奖典礼当天呢，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这本作品集之外，也可以看到那2本出版作品。而且那2本出版作品非常特别，一个是写基隆的诗，他是自己写基隆诗集。那另外一个，他是用基隆当舞台创作了一个小说，非常特别，它是玄幻小说，所以我想，玄幻啊，对，我想大家应该会很期待，因为我想以往其实我们由政府去主导的出版作品，其实它多多少少会带有一点官方的意思，那可能没办法那么天马行空，所以我们这次的出版补助计划呢，就放宽了，是让更多框架拿掉了，是更多作品有机会能够出版。是，这我觉得这是基隆市政府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要写故事，你不用特别写你在哪，但大家都会知道你在哪，这就是基隆的魅力所在。那刚刚说到的那个海洋文学奖，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吗？每一篇文章我进去看，我都觉得很感动，我想哇，怎么大家都
思绪会这么的丰盛，大家一定要去看看，然后有机会文笔好的真的是鼓励来参加，可以让大家更多人看到你们在基隆这个地方培养出来的文学气质是很丰盛的。那我们要最后来个大总结了，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廖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活动要宣传呢？好的，小君，没有什么活动要宣传，不过就是说，我想，基隆表演艺术中心启用后，我想代表的是一个表演艺术能量的蓬勃。那我期许就是未来中心能够成为基隆无可取代的一门地标，那当然也可以成为基隆市表演艺术的一个网络的核心。那未来希望能够整合跟相关场馆，譬如说海科馆、海大艺文中心，然后我们刚完工的信义国小的音乐厅，以及成功国小音乐厅，目前还在那个整建当中。然后大家可以进行馆际间的交流，然后共享资源，然后共同行销，让表演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能够更加的蓬勃发展。是，哎，因为现在生活大家的生活都很紧绷，其实有时候来欣赏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可以得到适当的放松，而且呢，从这个表演艺术当中，你或许会感悟到人生的体验，或者是看到不一样的创作灵感，会有很疗愈的效果。然后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伟力团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12月24号，基隆交响管乐团结合了小导弹谢淑静导演。那我们也打造了一出非常精彩的音乐剧，那希望各位可以过来观赏。是，谢谢伟力团长，记得哦，你们的来观赏就是给这些表演团体最大的鼓励。那我要请教鼎青了，鼎青要讲个五分钟。好，那个当然第一个事情会希望说，因为我们从104年推动文创到现在，其实在政府端这边能做的大概就是辅导跟行销的部分。那我觉得基隆的好商品还是要靠大家的支持，才有办法走出基隆，然后走向更台湾的其他地方，甚至要上国际哦。所以我们这一次除了辅导的个案之外，其实在这8年来，我们大概已经累积了将近有50多家的一个辅导厂商，然后每一家的产品都非常的优秀。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哦。另外我也有活动要宣传，就是在11月29号到12月7号这个期间，我们在12路街区，我们有办了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成果的展示。那展示的部分呢，会分布在12路街区的一些店家。那相关的讯息呢，我们会登在文化局的粉丝专页跟官网上面。那另外在12月3号到4号之间呢，我们也办了一个动态的活动。我们首度把基隆的一个市集拉到中正公园那边去。那在除了市集之外，我们也有安排了一个街头艺人的演唱跟一个趣味的活动，还有相关的一个走读哦。那希望大家观众朋友能够锁定我们文化局的脸书跟官网，然后一起来报名参加这一次首度在业路街区跟中正公园这一带所办理的一个相关的地方创生的一个成果展示。是，哎，我觉得基隆市政府很厉害。你知道我们的基隆塔好像最近就要启用了，就是搭配的这个，大家可以坐着我们的基隆塔的电梯，直接上到我们的希望之丘，就是我们的中正公园，来参加这个鼎青我们文发科他们所举办的活动。这个市集在中正公园，在我们的希望之丘，将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点感受。那我们要请杰西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刚刚提到了许多做阅读推广的相关工作，那其实重点其实还是要有阅读的人。那今年其实文化局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们把所有区公所原本底下的区图书馆都收回来文化局统一管理。那未来我们其实会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图书馆群来做阅读推广的服务。那其实从今年开始，各个图书馆每个礼拜，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阅读推广活动在馆里面发生，所以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呢找个时间，就是可以到各个图书馆去探访一下。那我相信在里面一定可以找到你想看的书，或者是你想要参加的活动。那我们的活动都非常多元，不会只是传统的就是可能看书的活动，我们有烹饪课，我们有 DIY 的课程，那也有健康的课程，就各种课程都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来我们图书馆参加阅读的活动。是，哎，我想要问一下，帮大家问一下，所以要先报名吗？
当然要，当然要。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网站，请大家就是第一时间可以锁定我们。其实很多活动都很热门的，可能一推出就会秒杀。对，所以就是欢迎大家，对，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是，哎，这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课程，结合阅读又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那基隆市文化局他们在推阅读，真的是不遗余力。在婴幼儿的部分也花了很大的心思，对不对？是，我们其实在婴幼儿阅读推广这件事情上面呢，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可能会知道的，就是最近有新生儿的家长可能会清楚，我们大概从三年前开始跟民政处合作，在每个小朋友他出生登记的时候，其实就会发放给他一个婴幼儿的阅读礼袋。那我们在两年前又在更加嘛，就是除了这个礼袋是特殊的之外，我们还发借阅证给这些刚出生的小朋友，而且借阅证每一年都会更新，然后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限定的卡面。那这个限定卡面其实也很用心，我们是跟我们的展览合作，因为之前基隆市文化局每一年都会办基隆美展，所以我们是跟美展合作，在美展的作品里面会挑出比较具有童趣的作品，那去做这个卡面的设计。那这个部分当然是除了从小我们零岁开始阅读之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从零岁就开始推动美感教育，让他在刚出生可能就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是漂亮的艺术作品。那可能你在阅读的同时呢，也可以去欣赏艺术品。是阅读的时候来欣赏艺术，这就是我们文化局、我们的文化治理下最大的魅力所在，从小就开始培养。那我们再请教我们的表艺科、我们的廖科，再跟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十二月的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呢？好，谢谢主持人。那我来讲一个，就是讲一个圣诞活动好了。哦，好哦，圣诞节要到了。是我们文化局其实已经大概有六七年都跟众教会一起做合作，那基本上圣诞活动是一个以民间为主体的活动。那我们今年一样会有圣诞树，但是圣诞树会长高啊，长高多少请大家关注一下活动。历年来已经蛮高的。对，是会再长高，对不对？然后我们在十二月三号就会办圣诞树的一个点灯，那有个点灯晚会，然后一直延续到圣诞树会在海洋广场，一直延续到元月三号，然后在期间我们十二月二十四号那边会有圣诞晚会，那请来很多很多的基隆市的一些表演团体或者是教会团体来做演出。然后我想几年来海洋广场有了圣诞树，温暖的寒冷的冬天，是，对，而且我觉得很神奇哦，你知道每次都是那种下大雨，但是只要在点灯那一刹那，就突然间雨就停了，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大家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活动。是，那伟丽的伟丽十二月有没有什么创作计划？有，就是我们乐团呢，就是除了管乐团之外，那我们的打击乐团他们也成立了一个团体。那名字呢也叫潮响，但是他们叫潮响乐集。对，那他们在今年的十二月二十五号会在岛屿剧场演出一场非常好听的打击重奏的音乐会。十二月二十五号，对，那大家就可以二十四号先来看音乐剧，然后呢去参加廖科的活动，完了之后呢再来购票看二十五号的打击音乐会，然后再去看圣诞树。哦，这不错不错。那完毕之后再看鼎青，对不对？鼎青那时候有活动啊。其实我们在年末的时候啊，大概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地创成果展的部分，但是呢还是最后呼吁大家一下，就是我觉得基隆好的东西需要大家的支持，不管是表演艺术买下去就对了，或者是文创商品，或者是我们所出版的出版品，其实都需要大家的支持，我们才有更有动力能够走下去。那所以也希望基隆的市民啊，就是不吝给这一些不管是艺术表演者，或者是出版品的创作者，或者是这些在贩售的店家更多的支持跟掌声。是，真的要给他们掌声，就像给杰西科长一样，他做的事大家都看不到，但是他真的做了很多事。哎，十二月有没有什么大活动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十二月圣诞节其实也有，十二月我们是在前一个礼拜啦，我们也会办一个小小的阅读的嘉年华，那会在暖暖的定享的风雨
球场那边会举办，对，请大家可以期待，因为现在目前资讯还没有公开啦，但是之后我们就会公开，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带大家看见非常多元的艺文基隆生活，可以带得走基隆的魅力，也可以记录基隆的精彩书目。非常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记得去参加活动哦，拜拜。